大杨哥打小杨哥，大杨嫂都是很温柔的阻拦。他是不打我的，你打我，打。媳妇来了就是好啊，上面打下面打这是没事儿。小杨哥打大杨哥，他有多快，小杨嫂就有多快。李小明，你媳妇呢？嗯，啊，你媳妇呢？我媳妇应该躺着看直播呢。我受不了了，教你一下，你让你媳妇按摩都这么按的，你好你好好服。老妹有没有男朋友？老妹这不都是吗？都是男朋友。那个要做的话可以做啊。我没让做，他能做吗？你先，你让你媳妇做，你媳妇才能做。对，你地位这么高啊？必须必须的呀！你看啊，那你给我看一下，你演示一下。来，媳妇站起来，你看，听到没？就我媳妇，你多高？68。你的鞋多高？对，应该有5-6厘米。好，她现在大概是1.73米。来，我们比一下身高。分一下。我有没有1米8？还有谁？这么赞，好多人叫你老婆哎。老公吗？你这个。男女都是我老公。啊，听到没，兄弟们？是吧？现在好，刚刚好多人说你这个，说你闭上眼睛听一下，聆听一下他们对你的呼唤，静静的。哎，你闭眼睛听，你听，闭眼睛。公主抱，你会公主抱吧？危险，这地上有点滑，抱一下，兄弟们，抱个公主抱。再吹一个，老爸怎么样？老爸，车厘子是他进口的，他煮给你吃。进口的意思是，他说了以后给你吃。他就喜欢干这种事情。你打他推我，那挑拨离间的。我没有挑拨离间，老爸。对，老爸，你吹一个。你怎么真的这样？进他口的。他挑拨离间，你得打他。老爸，你推不推他？有这样儿子真是耻辱。啊，进口是进他口，兄弟们，老爸也知道是进他口了，是进口的啊。行，你先喝一下，知道？昨天晚上我再拿一个来，你再吃一个。你看，我这拿给老爸吃，你说老爸，你说是老爸进口的？对呀，老爸，是进口的，是进口的呀，是进他口。来，老爸，你吃，别跟他说，我们只吃都，我们就吃又进口的，我们就吃。昨晚大杨哥炫耀给岳父买了辆车后，今天小杨哥竟愣头愣脑的跑去问自己岳父喜欢什么车，岳父的回答却让小杨哥差点动粗。我今天问我岳父，我说岳父你喜欢，给你买辆车吧。岳父说不要不要，他说不要，他说他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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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喜欢 S 级。S 级你懂屁啊，你懂什么？你知道迈巴赫什么级别吗？迈巴赫不就迈巴赫吗？迈巴赫就 S 级。哎呦，我当时就想一把啊。可不敢胡说啊。为了缓解尴尬，小杨哥也是把最近网友呼声最整个抖音就12家能卖。兄弟啊，小杨哥卖的不是现货。我也想卖现货呀。那么我如果今天卖现货，我一单贵60块，智利进口的车厘子，今天你买来1月8号发货，一般1月8号才到港口，1月8号大概1月10号才发货。1月10号才发货。我直接从中国的樱桃不行吗？我们国家那个叫樱桃，不叫车厘子。这玩意吃的确实不一样。两个都是5斤，三勾的日常价是439，两勾的是359，是日常价。一勾的是319。今天想着啊，一勾的5斤。198，双钩的5斤，228，三钩的5斤，258，上车。坏果包不赔的，坏果包坏一半比例赔啊，兄弟们，对，按比例赔，如果说坏一半的话，直接就全部赔。Nice， 困了累了就喝乐我冬虫夏一起，跟尿一样，不是跟尿一样，喝起来不是跟尿一样。250毫升东鹏特饮多少钱？你们自己报价。1块钱，我的妈，你们要命吗？玩的呀。
你们这个能送礼吗？那红红的看多漂亮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就送礼就送礼啊，送给爷爷。来爷爷、喝东鹏3.5一瓶。你爷喝冒烟。老爸绝对不能给他喝啊，老爸喝又犯糊涂了。兄弟俩调侃杨爸原来还有养八哥的爱好。我爸喜欢养八哥。我家有个八哥啊，没事就说你好你好。我爸喝完又出去溜八哥。杨爸，我建议你养个鸟，还养那种体积小一点的，养个蜂鸟。能跟爸爸处成朋友，难怪家庭如此和睦。哎，24一箱，2箱48瓶，今天下一共48瓶。98上车。不建议老人，小孩也不建议喝。小杨哥在线谈到招聘，我们非常欢迎，有努力的人啊，有才的人啊，到我们这里应聘，到三三网的应聘，员工啊都全。对，然后你觉得你有这种能力啊，你都可以报名。当谈到客服岗位时，小�杨哥都被整笑了。我们请的客服请了20个了，已经跑，走了七个了，就剩13个了。都是一些乱信息，就是问这问那，还有人问我们天天穿的内裤什么颜色。想个在公司一天拉几次？其实你在上几次厕所？什么问题都有，还有人去聊我们客服的啊，大哥，我们客服是男的啊，也有女的啊，也有女的啊，你聊不要去聊了，都是大男生啊，聊了也没意义，好吧？缺不缺司机？司机也缺啊，我们公司也要缺几个司机，也可以。你觉得你如果司机也其实也可以应聘，缺给你擦屁股的吗？也有兄弟，哎呀，不缺啊，不缺不缺，你这玩意我其实平常擦的让大杨哥给我擦。他们都说要 N95 口罩。近期由于各地区开放，许多网友都在担忧出行问题，问能不能把 N95 口罩的价格打下来。小杨哥表示无能为力。口罩现在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口罩你们买很少，但是粉丝急需的洗手液小杨哥打下来了。特殊时期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，勤加洗手啊。很多人现在都要洗手吧，看给你准备这个洗手液，舒服家的一瓶洗手液。你们这一瓶多少钱？16.8。小孩子可以用吗？两个看六瓶，还是六瓶，它是箱型不一样。15块六瓶多少钱了？90了。两个人来看，哎，袋装的可以装进去。来，兄弟们，69块钱上车。小杨哥带货合肥本地酸辣粉，这应该是他说着最不正经却又最正经的一次带货了。80万，这我们合肥本地的，放心啊。如果我合肥懂，我今天卖我自己家乡的东西没卖好，我跟你说，我直接捅他家老窝。做了多少单了？我们大概现在有全网的话，大概80万。80万单，兄弟，80万单啊！放心吧啊，来这他，你们这啊，响哥一头，两头啊，三头，四头，五头，6头，7头，8头，9头，糊了，10头，11头，12头。他说你刚才说是9.9一桶啊，反正响哥你们自己看、啊。你6块多的一箱，我直接给你们发一箱。发一箱，这是我们河北本地的，所以我很好谈。啊、我跟他含小油的酸辣粉，39块9上车，12桶。